祝福先生，少不得要听共产国际的意见。哎，他起初什么性子你知道？现在啊，越走越难。越二大代表资格问题争论，究其本质，还是我们意志不够笃定，谁是我们的敌人？ 谁又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可以争取的中间力量？我以为我们党需要尽快制定一个科学严谨的决策依据。眼下中国的几股大势力，买办、军阀、帝国主义，买办的背后是军阀吧？军阀又有帝国主义的支持。 但是每年几万万元的消耗，都是直接或者间接从地主甚至农民身上得来的。农民推翻地主，地主失势供不了军阀，由此买办和帝国主义就会彻底覆灭。每个阶级都还可以细分。 综上所述，可这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 先生来点什么？老板，哎，好嘞。先生，来。你先喝茶。先生，您要喝什么？尽管。没事。看这开篇，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
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自古，凡是经典的文本，开篇第一句都似带着使命，如同《道德经》“道可道，非常道”，以迷人的句式将读者引向大道。《论语》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佛教经书的“如是我闻”。 圣经的起初神创造天地，既是如此啊。你们都忘记了《共产党宣言》的开篇吗？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大陆徘徊。王任之这篇的文采可与之媲美啊。没错，他以敌友之问。 提纲挈领，大气磅礴。他问向了战友和敌人，问向了实践和理论，问向了历史和现实，问向了大地和远山。就是这一问，问出了中国革命的精髓和方向。我好久没有读到过这样的文章了。 纯正的理论文章，可我却从中读出了诗情和快意。不难理解，润之在写作的时候，一定怀着巨大的激情。我甚至能想象到他写作时的神情。苏东坡说：“大凡写诗作文，都要经过三了，始则了然于心，继而了然于口。” 中则了然于手，润之这一篇何止是三了啊！钟副先生，发这期向导吧。我盛赞他的文采，不代表我认同他的观点啊。闻过是非，以词害意。 是啊，文章写的不错，漂亮，流畅，大气磅礴。可革命需要什么？革命靠的是文采吗？革命靠的是耍笔杆子吗？他句句指向资产阶级不可依靠啊，无非是要告诉大家，无产阶级才是革命的领导力量，无产阶级最广大、最忠实的同盟军，是农民。我苦口婆心地跟他说过多少次。 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是要分两步走的。首先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由国民党领导，我们辅助。民主革命胜利以后，资产阶级掌握政权，发展资本主义，资本家越多，那工人就越多，无产阶级随之强大。到那个时候，才有可能发展本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 有农民什么事儿啊？他这么写，不是破坏国共合作的基础吗？我还是坚持，无论是文体还是内容，这都是一片好文章。他们不发，我们自己找地方发。我还不信一封退稿，还能锻炼一篇好文章的路。给革命办案看吧，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司令部办的，反正归你管，自己发就是了。是。但是国民党的杂志，管他是谁的，让大家看到最重要。任军，有时候我真想让替老头子向你道歉。有。 是东征军吗？没错。湘云在信上讲，这回东征军彻底剿了陈炯明的老巢，广东政府统一了广东，这块革命根据地，种得安宁。太好了！北方战事宣变，奉天将领郭松龄改革一周，北国民建议起兵反攻，好汉好汉！
手长，箱子。郭聪林兴兵七万，直扑奉天。广州二次通侦也许大胜而归。本来还未动身，南北局势就交相呼应，喜讯连连。等我这次从广州回来，说不定这革命大局啊，就会焕然一新啊！你再不出发呀，这次二大都开不成了。余叔德调的车已经到了。哎。 润之给我寄来那篇阶级分析文章呢？你不是已经看过了吗？润之此文啊，腊肉百根，鞭辟入里，尤其是对这个农民的分析，前所未见。我得待到路上，细细一品。你帮我找找。好，我去给你找一下。 祝贺陈军覆灭，祝贺我们出生入死，平安归来！啊！经历了这次浴血奋战，大家成为了真正的兄弟。用时一个多月，行程300多公里。 灭敌10000多人，俘虏6000，缴械8000，这是何等战绩啊！第一次东征的时候，我们还在给越军打先锋，这一次咱们第一军是真正的主攻手，不仅一举平灭陈毅，还回师南征，打垮了邓本英的主力。这几年的兵没白练，来来来，吃饭。听说惠州要塞是共产党敢死队拿下的。 听说了吗？校长是陈赓背着崇祯重围的，有什么奇怪？你们没听过黄埔的顺口溜？蒋先云的笔贺中韩的嘴，连不过陈赓的腿。哎，我听说啊，此次东征都是共产党当的苦力。<笑>哎，你们看过毛润之先生新发表的文章了吗？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吧，一篇文章就把中国国情分析的明明白白，依靠谁，团结谁，打击谁，清清楚楚。 所以啊，只有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把敌人和朋友分清楚了，国民革命才能成功。阶级分析还不是要搞阶级斗争，还是戴季陶先生说的对：人民只有大平和小平，觉悟者和非觉悟者，大家团结起来，一起对抗帝国主义，才是正道吧？我们打倒军阀和帝国主义列强，为的是什么？不就是为了扶助农工吗？ 工人、农民才是革命的主要力量。湘云啊，都是为文章，为主义，说到底，不都是为了咱们这个国家吗？啊！放屁！那篇文章共产党自己都没发，发在了我们第二军的刊物上。哎哎哎，这都正常，共产党。 一直都是咱们小跟班嘛，<笑>那我们护着你，应该的嘛，哎，应该的，应该的。说什么呢你？谁是小跟班？怎么了？共产党自报家门了是吧？你们平常不都不暴露自己身份的吗？怎么，潜伏在我们里面，到底是要干什么？想揍你狗日的！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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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和军队中革命分子，不分等级，以拥护革命政府，实现三民主义。嗯，你们青军会发展的很快，不光是黄埔和第一军，整个国民革命军中，都有不少你们的会员。湘云。 你一向善于组织策划，你能把青军会办好，我不意外。但在军中效忠，搞起小团体，
相互之间难免发生摩擦，比如这次。君子党而不群，既有一党在身，又何必拉帮结派？黄埔子弟系出同门，可不能像西山分子一样闹到要分家。我跟君山也说过了，你们两个都回去好好想想，清君会、孙文学会还有没有继续维系的必要。校长，清君会的存续对我军我校实在是利多弊少，我已让涉事会员深切反省。你一手创会，更一片赤诚，我都看在眼里。不过这队伍一大，恐怕未必会按照你的初衷走。我觉得你还是应该把更多的精力放到军中建设上来。等开国二大，我还有重要的工作交给你。社团解散的事情啊，你慢慢考虑，不急答复。报告，进来。为二大拍标准箱的摄影师已经准备好了。好，向云，你我师生经年，机会难得。走，一块儿合张影吧。两位长官，看我这里，笑一笑，一、二、三。哎，好了，各位，来来来，坐坐坐坐，大家都坐坐坐。哎，诸位诸位，虽然一届四中全会还没有完全结束，但是前几日，楚仓孙科他们来电，大会已经宣告，将所有跨党人员开除党籍。好，好啊，我早就快这样了。大快人心，大快人心啊！是啊，我听说这还要驱逐鲍罗廷，如果不行清党，恐怕再有一年，青天白日之旗必将化为赤色。对，是啊，哎，好好好，而且啊，大会还决定，将中央党部从赤化已久的广州搬迁至咱们上海环龙路44号，二大也将改在上海召开。好好好，留在这里。诸位，咱们得先声夺人，跟广州抢代表。今天筹备会照片立刻登报，把声势给造起来。对，你就是要造起来，你就是要造起来。方朝伟，申主任，啊，闸北徐家汇的印刷厂不肯印刷咱们的《人民公日报》，为什么呀？这不会啊，早上来的路上我还听到有人叫卖啊。他们卖的是广州的《民国日报》，不是咱们上海的，上面全是批咱们的文章。啊，怎么可能？这广州的《民国日报》怎么运到上海来的？这两天还开了份新报纸，骂他们骂的最凶了，发行量还大，已经传开了。还有《政治周报》，主编毛泽东。毛泽东，又是他呀！这怎么哪里都有这个毛泽东啊？毛部长，多亏了您跟中央提醒，设了个上海交通局，运带英回电，现在连上海的几个区党部都不听西山派的使唤了。纷纷要求属下印刷厂抵制上海的《民国日报》。不知道为什么，湖北、湖南、九江的几家报社都在声援咱们，声讨西山派。还记得上次让你去中央批的一笔经费吗？那是给有报的津贴，现在是打破北方和长江反革命宣传的关键时期，要尽可能的扩大舆论阵地。咱们这宣传工作是搞得火热，可就是工作量有点大呀，又得联络各省宣传部，又要筹建资料室。哎，不是说要新来位女同志吗？肖某不才，贺强同志所言女同志
恐怕就是区区在下喽。你就是萧楚女？可是我生楚地，又好楚辞，忽反顾以流涕兮，哀高丘之舞女，屈神女之意耳。是他这个笔名啊，当年在新报上一挂，那求爱信啊，把信箱都给塞满了。最后只得无奈登报启事，本报有处女者，并非楚楚动人之女子，而是身材高大，皮肤黝黑，并且略有麻子之大汉也。他可是做文章的老手了，幸好有他，不然的话，就连这政治周报的编辑工作我都忙不过来了。那些人是怎么回事？全部通知考勤签到后，开始几天，他们还做做样子，可后来就……黄老情况不一样，自从您说的文章急需熬牙，连毙了他三篇特稿，老先生闹情绪了。咱们几个忙得屁股都冒烟了，可他们呢，尸位素餐。你这趟来。可不能只给我当编辑，宣传员养成所也要搞起来。养成所是廖公初创，可惜从他去世之后荒废至今。我打算聘楚女当教员，各省选拔出来见习宣传员，咱们添酒回灯重开业，全部门的职员都要过来听课，要进入考勤，让大家好好学学什么是革命的宣传。看来咱们呀又重回课堂补补墨水了。没错。哎，贺翔，我的课可大半不在屋里坐而论道啊。那在哪儿啊？去大街上，去工厂里，去田间地头嘛。啊，你们先好好聊着，我有点事儿先出去一趟。你干嘛去啊？守常先生来广州了啊，下午就到了，我去接他。好，你去吧。第一军的薛岳看见，替我把账结了可不好。您好，您的薛尼师。谢谢。您的白水，请慢用。靡靡之音，乌烟瘴气。老弟，读圣贤文章，不必非得到古刹书斋。这勾栏酒肆里，谈的也并不尽是龌龊肮脏。六二三事件，英国佬在杀鸡，打死了我们50余人，两边闹得激进开战，可不还得坐下来谈？群情激愤，高堂上是坐不得了，不就得摸到这黑灯下来解决？英人暴力，我早说吐以经济绝交了事，国王就在眼前，欲加武力，却横遭阻拦。
们是我们内部出了国贼。什么贼不贼的，不过是彼此利益的互通有无。就算动手了，谁能吃掉谁？最后不还得坐下来谈吗？老弟，听说那天你气得体发高热，快要晕倒，实在是没必要再伤言伤。左派苏俄的朋友要交，英美的关系也得拉拢，别当几天校长就搞得跟革命清教徒似的。在上海你可不这样。在上海还是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如今来了广州啊，只有我和楚女住楼上楼下，我们俩还开玩笑说这是上下而求索。少川先生，哎，当心，我来我来。现在的国民党宣传部真是百废待兴，几个月了，我的两个兄弟，一个在黄埔军校，一个在农讲所，见一面都难，连洗衣服的时间都没有，更别说收拾屋子了，让您见笑了。这就是名副其实的书上有路，这不正是每个读书人梦寐以求的吗？我看啊，好得很。先生，您在广州这几天，虽说我们几乎天天能在会上碰面，拖到今日才得下单会。西山派这一波攻势把那汪主席打得措手不及，幸亏你在舆论上反应迅速，那篇中国国民党对全国及海外全体党员解释革命策略之通告我已拜读，条理分明，思路清晰，定能一扫谬论，正本清源。湖南、湖北还有四川的党组织已经来电，代表们正在前往广州的路上。我只是搞不懂汪精卫，西山派要求开除我们的党籍不说，第一个开除的就是他的党籍，可他却唯唯诺诺。只许我对那些叛党分子一味的训诫，却不拿出具体的惩处措施，甚至还希望他们来参加二大，这不是与虎谋皮吗？再这么一味的绥靖下去，我看他主席的位子是坐不住了。你说季陶也去了北京，还不受待见，又打回了上海，他没喊你同去？京将兄与邵元冲、叶楚仓都是几十年的至交了，你不是也没去吗？介石真义才，一眼就看清了局势。西沙派的老人们除了资历和空头衔，没人没钱没枪，却妄想给自己变出权力了。现在除了咱们的汪主席把他们当回事儿，谁还正眼瞧他们？京将兄净顾着说话呢，没看这小丑的表演，还挺有意思。汪兆铭的顾虑我很理解，他借着廖公遇刺案挤走了胡汉民和许崇智，多少有些得权不正。西山派剑指共产党，其实意在汪兆铭，个个都是他当上主席后被挤上冷板凳的老人，憋了一肚子牢骚，这回一闹他就真的心里没底了。我倒不觉得西山派诸军有什么战斗力，另立中央又能怎么样？他们只会搞党争，政令不出环龙路。然而我真正担心的是这回他们公然叫嚣清党，彻底要捅破这重窗户纸，
后面不知道又有多少妖魔鬼怪要跑出来，这恐怕将是我们将要面临的大问题。西山派固然可笑，可他们说的也并非全无道理。比如说，他们咬牙切齿痛恨的共产党。我们党一大的时候，全国一共也就四五百个共产党，这才不到两年时间，你猜猜现在多少人？已经过万。这还只算了正式党员，若再加上他们控制的工会、农会会员，数量可能成百万、上千万。你的第一军和黄埔，明里的共产党已经不少，暗地里呢，早已经渗透得七七八八了。还记得第二次东征，你的部队还没有开进海丰，这彭湃农军就替你们把戏给唱了，还用了自己的哥哥当县长，这不可怕吗？老弟，你可别小瞧了这赤化学说的魔力啊。这篇海丰农民运动不是你搞的吧？澎湃的还没有正式出版，是我花了好大的力气才拖延年找他誊写的手稿。实不相瞒，这次回韶山待的时间太短了，农民运动刚刚有起色就被迫离开。我既然要做宣传调查，何不把农民的状况一并调查了呢？既然有朱毅在前，为何不先借他山之石呢？我听说他只用了一年的时间就将农会从两三个乡几十个人扩大到五六个县二十多万人，说他们去到农村宣传往往不到半年中就能把农会成立起来。恩芝啊，咱俩想到一块儿去了。我也正在写一篇关于土地和农民的文章，你在三大的讲话和在韶山的经历给了我很大的启发。你看啊，东北革命军举义，我在北京市他们就直逼奉天了，这才几天张作霖就搬来日本救兵，情况就急转直下。若能把关内关外的农民发动起来，何至于孤立无援？未来国民革命军北伐，一定要发动中国浩大的农民群众，把他们唤醒起来，组织起来。如果有漫山遍野的农民加入革命，革命何愁不成啊？中山先生去世后，有太多的事情没有定数了。越是这个时候，我们越要搞清楚哪个是我们的敌人，哪个是我们的朋友。毛润之那篇阶级分析的雄文读过了吧？当然。开篇不就教你了吗？先要摸摸清楚谁是我们的人，谁是他们的人，知己知彼，有备无患。然后呢？等待。二大是一次绝好的机会。我听说西山派的人仍有可能参加二大，条件是只允许两名共产党进入中央。那共产党恐怕不能同意吧？同不同意是他们的事情，等两边闹得不可开交，
你届时老弟就众望所归。 剑锋藏的久了，怕也是会钝的。你的大作，不仅这一问问得很好，而且答得很详实，就是提法很尖锐，指向性很强。别说国民党，我们党内有些人，都怕是要坐不住了。 比如说，钟复先生，我理解，他人在其位，需要顾及的方方面面太多了。别说他了，就是黄埔的学生，都因为争论那篇文章动了粗，恩来还一直让我去跟他们座谈解惑。我们跟国民党既要联合。 也要斗争，不能把领导之权拱手相让。不是为了一党之私，而是以国民党之内部斗争之复杂，他们根本无法独立扛起这个领导之责。越是这个时候，越是能看出革命意志是否坚定。动摇不定的中间派，其右翼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是我们的朋友。 但我们仍要提防。对的，我们即将迎来一个大浪淘沙。不过，我依然相信这个时代。时代。从广州到摩尔曼斯克，从莫斯科到芝加哥，革命已经当仁不让地成为这个时代的主题。 而中国革命，同样是革命时代的篇章。时代的进行就像电光一样快。任何人想在新旧之间搞调和，想在进步和反动之间做摇摆，最终都会成为时代的落幕者。枯黄的树叶还想在树枝上占着来春新叶的位置。秋风起了，可以把它们请开。 首长先生讲得好，只是落伍者虽则可怜，但是他们往往顽固的可恨，他们是不会心甘情愿的退下舞台的。我们要与之辩驳、拉锯、斗争，每往前一步，恐怕将蹒跚、奸臣，甚至流血。 绝美的风景，都在奇险的山川；绝壮的音乐，都是悲凉的韵调；高尚的生活亦难免壮烈的牺牲。若牺牲可成就高尚的见证，相信你我都会义无反顾。 怎么了，润之？我仿佛又回到了北大求学的时光。聆听您的演讲，我特别庆幸。如果不是遇到您，遇到那些导师，我可能也不过是庸碌一生，泯然众人。我也好。 众不也罢，我们的宣讲，恰恰是因为有你这样的新青年，才有了意义。润之，以你今日之成长，恐怕以后我要拜你为师了。
毛部长，您是什么意思？怎么我们这个月的薪水扣了60%还有余啊？我猜啊，可能是个误会，登错了数字嘛。要不我们请毛部长和会计打声招呼，合适合适。没有什么误会，我一到部里就宣布了签到考勤制度。贺翔，上个月的考勤状况。上月应到26日，陈春浦10到6日，刘恒10到8日，庞一建10到。那你也不能扣我们薪水。不劳动者不得食，天经地义。这还是算考勤，要是算诸位的工作量，不对。方鹤翔一个小小的陆氏，怎么薪水不减反增啊？鹤翔同志已经升为干事了，在我这里规矩很简单，多劳多得，谁能干事，我就聘谁为干事。毛部长啊，您的这个规矩可是和部里的惯例不合啊。这是我们几个人的集体请辞书，若您还是固执己见，那我等就恕不奉陪了。这可都是部里的骨干元老，你有什么权利批准？贺翔，你去通知一下处女，这批结业的宣传员有5个到部里，另外请他暂代宣传部的秘书。